面具啊，就是这个害他害那个谁，那个人掉到那个井里面了。干嘛？他要杀人了是不是？蓝面具。现在是换他的剧情了，来给你带一下。带了之后呢，没反应。外面下着大雨，有什么用处？没用处。下面这个也是多的，不知道做什么。装水 ？What the？ 倒进去吗？最好还有这招啦！选一个，我们先来戴面具好了。只能选一种，来换下来。啊，哦，结霜了呢。拿了一个冰锥。剩下十个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这次解的蛮快的。冰锥要怎么干？要怎么作用啊？要干嘛？动你吗？他想要干嘛？他想要蝴蝶生得真美丽哦。他戴上这个面具之后就下雨了。可是下雨天不可能会有蝴蝶啊。他戴面具会映照着不同的东西显现出来。嗯？戳戳戳，哦，戳出第二把钥匙了，这也太牵强了吧？我们已经有望远镜可以往外面看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。哎呀 ，U 三角形点 ，U 三角形点，再看一次。U 三角形点，应该是这个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应该要把它换个面具，然后再用望远镜照。冬天的时候，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有错吗？没有吧？还是这样？哦，有了。哦呦，这个面具很凶哦，变成杀人魔的面具了。来，戴上去会变怎样？哦，更凶残。他应该等一下会告诉我这个的密码啦，蝴蝶密码。他想要蝴蝶。好久没有看直播，你好，黑狼安安。黑毛乌鸦人，咦？好了，我们来看月球保密。有人在看我们。互看时间，嗨，五、二、三、一，好哦，一直点它会一直动，哎，五、二、三、一，啊，五、二、三、一，干，拿到蝴蝶了，送你，哎，不行。最好是蝴蝶插下去会流血哦。当我没念过书吗？他杀了蝴蝶。接下来呢？撒谎游戏。啊，又回到之前的时间点了。这应该是他弟，或者是他哥。啊，这是他弟或他哥的老婆。这是他的妈妈玛丽。回流组织意。安安早。老头如果玩过，然后重玩，把密码都记下来，能略过一些剧情，什么意思啊？干嘛？玩游戏吗？女祭司总是说实话，恶魔总是撒谎，马战车说一次谎，皇后说一次实话，看外面。
女祭司总是说实话，恶魔总是撒谎，马战车说一次谎，皇后说一次实话。那这个手是要干嘛啦？是他们小时候的样子。哦，这是后来他们拍照嘛，家庭大合照。就后来他去打仗，他挂了。然后这个，哦，这个人是占卜师。现在是夏天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有点长。这个锁的密码结尾是 9， 这是94吗？还是 9H 啊？ 94 吧。现在是夏天，一张卡片藏在这张照片的左上角。94。照片的左上角。哎呀。所以但你是谁呢？我的哥哥未婚哦，那个是他哥哥啊，是不是？一张卡片藏在这幅画的右边。我不爱艾达。所以他是艾达的老公？嗯，不是吧？是他吧？他是艾达。他是在说谎，是不是？他刚不是说在右边吗？再看一次，一张卡片藏在这幅画的右边。啊，这个应该是恶魔，总是说谎，因为右边没东西啊。没有，这个应该是恶魔。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卡片放哪里，哎，还是说这幅画右边？看我怎么拿钥匙，钥匙的证据是谁？他是卡片藏在右边，这个应该可能，这可能是恶魔。看一下艾达的，恶魔的口袋里有我的照片，锁的密码结尾是46，一把钥匙藏在报纸底下。报纸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翻到一把钥匙吗？可是我们钥匙，这不是在报纸，报纸底下，到底是谁说谎？救护旅馆发生意外。这个不是他们的那个吗？再看另外一个好了，这个密码锁开头是37，一把钥匙才在右幅画的右下角。我妹妹死了，钥匙右下角的确是正常的，钥匙右下角是对的，然后开头是37，我们来看一下谁撒谎。他说结尾是94嘛，如果379是对的话呢？他就没撒谎。3794。欸，没错。所以说撒谎的是他。对。他撒谎。他说一把钥匙藏在报纸底下，恶魔的口袋有我的照片。恶魔的口袋。真的。他是恶魔，他狂撒谎，然后这个只撒一次谎，这个都说实话，欸，没有，都说实话的是，全部说实话的是他，对，我妹妹死了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完全都说实话的人。女祭司总是说实话，
恶魔，我们没有恶魔卡片吧？皇后只说一次实话，皇后可能是她。然后这个是女祭司吗？这不是吧？女祭司总是说实话，这个是女祭司。剩下一张了，另外一张在这里，我觉得没错，那就简单啊，那就恶魔就是他了嘛，那就是这样啦。嗯，错了吗？看一下窗外，哎呦，出现了，对，我答对了，给他带吗？真的哎、欸，过了。天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嘛？是不是嘛？好好玩哦！嘿嘿嘿。一转头被吓到，恐怖哦！我们快要把它玩完了，怎么可以这么快啊？伏都教。怎么剩下他们了？所以说，他刚讲，所以说他喜欢艾达，可是他跟他在一起啊。对啊，哎，他怎么在这里？这个嘛，蜡烛。哎，现在有两个祭品哎。哎，他要干嘛？他要面具。他要面具，然后他咧，他要两颗，这是奶头还是眼睛啊？他要奶子，我会要奶子呢？看不懂怎么解啊？等一下再说，蜡烛给你。他依旧想要奶子，我只知道撒坦教和路西法和瓦拉克。我想知道这游戏之后会有巨大乌鸦彩蛋吗？两码子的事情好吗？蜡烛要干嘛？蜡烛不能偷走我的蜡烛，蜡烛不能用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绳子看起来很吊诡，感觉有什么悲剧要发生之类的？这个最好是会有人知道哦。大字型，哭大法，给这个娃娃呢？哦，可以烧掉吗？不行。用蜡烛将左边的男子的点燃，可以点吗？不行，没反应。哦、oh! ，What the hell？ 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好恐怖哦！就可以动了哎。嗯，好哦。哎、欸，他被下毒了。他在残害他们，我靠，这真的是坏人呢、欸。那这样子他点这个嘞？不是吧？啊，这样子点，被下蛊了。不是啊，这个跟这个又有什么关联？他要的是纽扣，这纽扣要怎么拿给他呢？嘿，啊，他说我的手会着火哎、欸，他说嘿，那个服务生这边需要加点汤哦。
吊灯，哎、欸，靠北啊，很小，我居然是大头针，不是吧？大头针要干嘛？完了完了，我有不祥的预感，这个针不对啊，真的就这样子插了下去了。What the hell？ 这 combo 呢？还有什么事要做？灯都插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快点把眼睛插出来！哎，它也可以动了哦。哦，表情出现了，表情出现了。原来这个表情是要看这个女的啊。我们先试试看。双手摊开的表情是如何？双手摊开的表情是看起来非常的正常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，啊，左下右上，左下右上，嘿嘿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闭眼睛的，嘴巴没有打开吧？有，嘴巴有打开，最后一个。右下打直，也是闭眼睛，看有了吧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原来的表情一样啊、哦！哦，碎了，完了，要把眼睛剪下来了。No， 把酒拿回啊！好恐怖哦！要死哦！根本就是受诅咒了嘛。好的，两颗眼睛丢进去，血轮眼。我爸爸说不能用超级留言，因为我以前用太多次了。超级留言要钱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啊、哦，不要乱用，好不好？这个。有经济能力再使用哈，不要一直用了。哦，我不是很鼓励，我不是很鼓励经济能力不足，然后还硬要超级留言，这样不太好。啊、哦，所以说他把他的两个给弄死了，弄死了之后，怎么会一只手啊？哦，原来那时候他在这里啊。哦。事情终于有所连贯了。这个戴面具的就是那个疤痕，那个脸上有疤痕的那一位嘛。然后那时候他不是一直送食物给他吃吗？哎，不是送食物给他吃的，不是他，是谁啊？我忘记是谁了。然后呢，他后来那时候有在下面一直在那边玩，有没有一直在闹他？原来这个是他、啊，不是他儿子啊。那我们现在知道怎么解。这是毛毛虫吗？一二三，接水。哎，为什么这照片不能拿？一颗蛋，蛋长这个样子啊、哦，马铃薯。怎样？给你马铃薯，拿去。好，你给我什么？碎石。好，走了。给他食物就对了。碎石是第二个，第一个是蛋，他那个是血蛋。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像胚胎的东西吧。接水管游戏。他这个水是要右边开始吗？蛋？哎、欸，不是。哎、欸，我已经放了、欸。等，我让我们再来看一次。水是从右边来，然后这个是从左边来。啊，这个已经帮你弄好了，有没有？这已经帮你弄好了，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。不对，
这样子是不是？这样更不可能啊！这个杯子也不能，哎，这可以移啊！哎哎哎，我怎么把它捡起来了？哪里过来？壶！我居然把壶捡起来了，那我壶捡起来我放哪里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往下，往下。这里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子？他这个右边这个下来实在太牵强了。啊，这个你这个有转跟没转一样啊，白痴哦、喔！这样就不对了。啊，有有有，有有有，这边出现了，然后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它这个是有分位置的啦，一个直的，一个横的啦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样也接不到啊。它只能这样子哎、欸。有。猎奇的游戏，将杯子给这个男的，给你。哇塞，有种子的壶。哦，我了解了。然后这是胚胎啊，他在孕育新生命啊，自己打手枪，自己制造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取得他把这个艾达给杀了之后，取得艾达的这个卵子，是不是啊？要来制造他们的小孩。先从第一个先分开来，真的假的？先丢这个，再丢碎石。OK， 好。然后丢这个，根本过不去啊！这个算是成功的啦，有没有？这个算是成功了。水的部分要从右边进来，对。对，我们先从这边。这样子。好。好，最后一个水。啊，水怎么办？哦，它可以另外接，它不是三个同时进行就对了啦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就还好了。可是这边有卡条啦，这边卡很大呢。这样转。这边你不管怎么转都一样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我差一点点啊！我现在正在思考。对啊，不用一次三个都要了，他只要一个过就好了。啊，奇帅，这是很奇怪哎！啊，管子全部拿掉，
从各三个孔丢进去不就好了？那边搞缸，啊，这边搞缸，哦，这边转了，这样子嘞，不行，歪了，中间右边的管子，我想实况有延迟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呢，如果你们要解释给我听，可能没有办法照我现在的直播速度来去进行。是不是一开始技能就智力应该会更快？什么东西啊？反正总而言之，这个管子一定是这样接啦，这样接定的啦。好了，好像通了哦，有了，大成功，生出了小宝宝了。赞！交流 ，loss， 哎，生下来了、啊。已经变成宝宝了，哎，不是，已经变那个。他在翻白眼呢、欸。你能听得到我吗？不行。他快要升天了，绝顶升天。哇，他居然玩碟仙，这是碟仙吧？对不对？好酷哦，这家伙居然玩碟仙。啊？你的名字是什么 ？What is your first name？ 哦，就是有点类似这种碟仙的方式，但是我是那个零，是不是？我是那个零。你说我要惊死啊！完蛋了，这个要拼音，谁看得懂这是什么啊？可不可以来点简单一点的？怎么办？他的拼音上面两幅画，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啊。这个谁看得懂啊？有人看得懂吗？帮我翻译一下好不好？寂寞长，还是翻这个？对啊，好酷哦，碟仙哎。我照你们的方式去翻看看好了。W I L L I A N W I L L 不理啊，拼错了吗？哦 ，I A N 哦，I A N 在哪里？阿斯 ，What is your last name？ 你的姓是什么？他是姓什么？是这个吗？还是他讲的上面的？会动的好像才是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聊天室，他说我们的姓是什么？老头先能先停在画面前面，让我们看清楚吗？哦，好啊，应该是在讲这个先生吧 ？B A N D E N E O O N， 对不对？哎，那是 B 哦，不是 E 吗？这看起来像一耶，好难的关卡哦，都要英文还蛮难的。有人是打 L， 有人是打 B A N D E R B O N B A N B A N D， 有的是 L， 有的是 B， 是 L 哦。
重来，重来，先来重来一次。A N D E N L L L O O N O O， 哎，不对哦，是 B 反答部。Vandabung V A N D E D E R， 我们是少用个 R 是不是 ？E O O N， 哦有大成功，感谢各位。Do you want my key?你想要我的钥匙吗 ？Yes， 好笑、哦。你想我钥匙吗？啊、哦，这么的干脆，这么的可爱。哎，怎么会有个黑影人在这边？黑影人上面有一把钥匙，拿来开这边的。这好像是各种那个祭品欸，我们现在两颗眼睛嘛，我们头发有了，脑袋有了，我们是不是都有啦、啊？可是这上面是什么文字看不清楚。N E E 是 N E E I 吗 ？N E E I， 干好潮血哦。第二章，这是我们的那个树嘛。我们全部解完之后，就可以开启这个超级大门。我们好像解了这个左边跟中间的，我们右边的还没解嘛 ？N E L I N T H， 所以说我们要输入吗？没反应。噔噔噔噔，我们在跟那个小女孩讲话。What do you want？ 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哎呦，有要求啊 ！L I V E， life， 永生。生命，你需要什么来重生？好，这时候我就要把祭品打上去了。N E L I N， 哎，不对啊，再去看一次。你们帮我翻译翻译，需要祭品。好，你们超强的，你们怎么都知道？你需要 Alderman 的 video， R E L I N T H。好，这个没有，好长哦，会不会太长了 ？REBIRTH， 这个已经输入过了 ，RELRTH， 哦，你看得懂哦，感谢感谢，所以我们重来。这个这是一个国外的抄写的概念啊，超难的 ，REL。
L。I R T H， 嗯，我没有拼错吧？小教室，好多的好多翻译哦。你需要 Steam 老头 Steam 的账号密码，靠北 S A C R I S A C。I F F L C E S F L C E S 在哪里 ？S 我还没反应，是要打下面的。嗯，怎么打下面的？也太长了吧！那是 I 不是 L？ 可是他那个应该是需要牺牲啊，来重生，是 B 不是 L 吧？啊！I B I R T H。这个我们刚刚弄过了啊，对啊，没反应啊 ，SAC。我们试试看 S。刚刚我是不是拼错了 ？R I S 练 I 嘛 ，F I 嘛 ，F I D S。啊，又刚刚拼错了。What do you need to open the gate?你需要什么来打开大门？打开大门的话，就是这个了吧 ？T I N T I N E I N P I E C E 是吗？T I N P， 我们来看一下 ，T R T I M T I N E I N E peace P I E C， 我会帮助你的，帮助他重生。哦，这边如果没有各位，我可能卡一辈子也解不完吧。这个要英文呢，这个解谜就真的有点难了。如果我自己不实况来玩的话呢，我可能啊，我可能就要上网看攻略了。我用我奶奶的手机，我奶奶的账号。哦，啊，总之感谢各位的留言啊，没有你们我办不到啊。他应该长大了，要长大了哎、欸。哇，这是怎样啊？所以说他长大了，然后。放这里吗？然后嘞，生火是吧？捕兽夹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啊，你来几只？哈哈哈！哇，串流呢？不要乱尿尿啊！
不能这样子，谁准你这边乱尿尿的？木头，好的。为什么我们要生萤火呢？哦，飞机丢，他居然还在里面没有出来啊！他之前不是被他之前不是出来过一次了吗？怎么又来了啊？我知道时间点不一样啦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送吃的是他啦，送吃的是这个人啦。他把他弟弟他们弟弟那一对夫妻杀掉之后。然后用那个艾达的那个卵子生出了这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现在长大了，然后他现在负责，啊、哦，他现在就是负责帮他送食物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还要这三样东西是吧？所以说我要帮他打猎。哦，那我现在送空的东西给他，他该不会想理我吧？杯子、火柴，嗯，那跟前面就有稍微连贯了。杯子啊，我又没有水，等一下，哈哈哈，干笑死！那原来那个水是狗的尿哦，好哦，有一体的杯子，看，来，先给你，然后呢，我想一下，虫子，哎，真的会有吗？会有吗？那也太丢了吧！我们稍微拉过去，再拉回来。好，麦叉，我们先把水杯放下去，好不好？看放不放得下去啊？哦，水、食物跟木棍啊！我们有成功送达吗？他要什么？哦，一个标记出现了。这个标记，哎，为什么会有鱼被夹在那里？你是搞啊真笑哎你！这里哪里的池塘啊？哎，你要嘛说是鸟就算了，你那边，好了算了，懒得讲了，可怜。我不能够理解啊！啊，陈一凡，拜拜。鱼会飞天啊，飞天鱼，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这真的很棒。啊，最后一个他要木棍了吧？我们把木棍交给他，嘿。后来他就靠这个木棍逃出来的样子，然后出来了，有连贯有连贯。象棋，后来他出现了，他老了，你看都白头发了，然后明明就是他害他掉下去的。三个点干嘛？这饼干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要干嘛？他想要他死，所以说他知道是他害他掉下去的。嗯，那桌子上什么？棋盘。那他呢？他想要他死啊！两个互相想要对方死掉，对不对？这么一把刀 ，C E R E B R U N。这是干嘛的？按照棋盘来按吗？好，拜拜。象棋就是取三八的脑袋，所以说
我们刀子要给谁？给他，给你。哦，这是马铃薯，不是饼干啊。哦，有了。要放哪里呢？我帽子哎，我好屌啊！现在我是国王。由左至右往下一格，按下一次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对吗？啊，中间这个地方呢，是要按这个吗？吃饭了吗？我吃饭了，深度为两点。为二，即点击两次，按照线的顺序上下，左到右，线条转角方向，从左边到右边嘛。比如说我这样下去的话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上转角一次，再一次，然后再转一、一二嘛，三四。我感觉又不太一样。好，懂了，大致上懂你们的意思了。就是转角为一次的按钮单位，然后如果你是那种比较长的，就按两次。好，大致上了解了。好了，可以开始比了，怎么玩？哎呦！啊，怎么变成 一匹马了？变成马头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刚刚不能按，大哥？他是这样子斜着走。它是只能走这样子，很像类似有点像摸字型的那种感觉。你也可以走这里。哇，没有办法把它吃掉。哦，它是走这样子啊，叉叉的地方是不能走。所以说我们要走到可以把它干掉的地方。这边不行，这里弄不到。这里，我怎么感觉又走回来了？喵！对啊，怎么走路到这里啊？哎、欸，这边过不去了，为什么？哇，又卡了，又不给动了。哎、欸，可以了。有、哦。结束了，换他当王了，然后最后我也死了，结束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变英文字了、欸，第二局是不是 ？C E R E B R U N D E R E B R U N。D E R， 哇，没有 E，E 在哪里 ？E B R U， 没有 N 啊！啊，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刚才的 U 应该是倒数第二个，到最一开始的走，一开始只是走错 U， 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也照样哦 ，C E R E D E R D E R E B R R 只剩这个啦。
这边。哦，太棒了！有吗？有掐死吗？哎呀，掐死了！他复仇了，脑袋直接被拿下来。我们获得了一个祭品皇冠是 N 反推，找出路线再开始走。没关系，我已经过了。哇！天啦！刚刚的一标总到头一个一，没关系，我们过了。现在第几关啦？我们还有三关呢。哎，快要结束啦！突然觉得有点开心啦。最后一支舞。哦，后来他把他爸给杀掉了，然后他是后来跟他在一起乱伦吗？你要什么？我要音乐。你要什么？我要音乐，music。好不？没有东西，转不起来。哦，我们好像什么都有，就只差这个，对不对？只差一样东西啊。唱片在关在里面是干嘛？哦，解谜哦，好哦，这样子啊？不对，卡住了，可以重来吗？可以，有，结束。哦，这种图形类的我就比较会了啦。这样子。然后再往下吗？对，这样子。这样子走。然后这个直接往下。然后放这里吗？好像又不是诶。这样子啦，结束。然后这样子，哎，不对哦，对哦。哎，不是，重来，这样子放，结束了，晚安。这一关是仓库翻，就还蛮简单的。终于帮妈妈报仇了，对，他真的把他给杀掉了，就是他献祭要害了他，看着他从出生喝酒拿到脑袋。他出生喝酒就感觉是一个坏胚子啊，然后有一个好像是喝雨水，我也觉得还蛮好笑的，不知道到底在演哪一出。好，过了，拿到了，哎，这个这个唱片是他们当初合力伴奏的，哎，哇！跳舞时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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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又跳在旁边，噔怎么感觉？越跳越旁边，把它点到地图外面，
点不出去啊，好阴森啊。钥匙嘞？好惨啊，只想玩刺客教条起源，结果 Seven 没卖。Seven 不可能会卖那种东西啊！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的 Rose， 随后按照之前的记录方向顺序点击左右男子的。不跳了，不跳了，有点吵，我觉得有点吵。靠北，你还在跳哦？你要跳哪时候呢？已经没有音乐了，大姐。右右左左右右右左左左，右右左左右右右左左左右右。有嘞？怎样？攻略大成功是不是？啊，连衣裙，唱片，换衣服了，哇，恋爱了，换新的。老师，我知道节奏啦。是柜子上面的符号吗？哦，原来是这个，难怪我看不懂。这边也有啊。哎，这个实在是太让人看不懂了。右右右，左右左右，左左右右，右右右右，左右左右。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右右靠北啊！左左右右，耶！他把我手甩开了。哎呀，这手怎么了 ？Hello， 你的手哪会一个叉叉？给你食指。他干嘛？一样是要音乐。嗯？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啦、啊，我只剩下唱片了呢。哎，好，原来是裂开了。去吧。扎了，我扎了他的手。过了，剩下两关。破台语时间，墓地，谁死掉了？结果他们全死了。为了长生不老，这个戴面具的也挂啦、啊。这个最早死啊，玛丽，这个算是他们的奶奶。啊，这个是艾达，啊，这是这个超级坏人，这个坏人，哇，为什么这个被摧残一半了啊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又是你，怎么每次都是你啊？来敲一下。跳不掉。嗯，这干嘛？帮他做完组合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那这大概是在这个地方。
走。呀，是不是？这是大腿骨的样子，没错。把它挖掉嘛？不是，好像欠缺什么？哦，这可以挖。拿到了艾达的骨头。啊，这个忘记是哪一个人了。哎，这个就挖不了。哦，可以。好多少？哇，附身合体！我们现在只差脚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打得掉吗？这个太硬了啊！还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忙一下的？哎，哦，他这边也可以挖，全部都把它挖出来了。音乐，这个盒子。花加眼球，时间加面具。这个没错啦，但是这个要怎么算啊？30减12等于18，是这样吧？有点麻烦这个，输入22和33会得到一个面具，好吧，就直接22跟33，这可能是要互相加减吧。33，2，结束了。我的符叫8777，什么东西？对，长生不老狗，那个狗就喝了长生不老，所以说它一直都不会老，可是。那时候那个谁，那狗主人喝了就挂掉了，所以说这个长生不老好像只对狗有效，对人类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数字串起来哦，好吧，算了，我已经解了，我拿另外一个了，大腿骨，不是这里吗？怎么变这样？哎呦，会动哦！哎，喷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获得了另外一枚了。结束。